里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里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第二节嘅啤里漫步，追翻啲时间咧，讲快啲，唔好咁活灵活现啦。要第一单嘢，仁济医院女童心月。嗱，呢一單嘢咧，上次都講過啦。喂，話説係呢個女仔咧頭部受傷，入去急症室，仁濟醫院急症室度聯針。喂，咁啊，面向下係咁掙扎啲醫護同埋啊，即係另外啲電視啊之類啦，即係嗰啲工作人員，於是乎撳低佢個頭。咁啊，跟住咧見到佢唔喐啦，佢哋仲話嗯咁啊乖啦。同佢打針，點知後來發覺，咦，屌你冇撚曬反應。嗱，呢一單嘢發生之後咧，一直以嚟咧，嗱到而家咧，嗱呢單嘢五月發生，而家十月，女童一直喺瑪嘉烈醫院嘅兒童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OK， 到而家咧，都仍然係要被胃管餵食呼吸機治療。嗱，基本上咧，嗱情況仍係佢啦。其實咧，我唔知應唔應該咁樣形容。其實咧，佢已經成為一個植物人嚟嘅啦。OK， 佢喺當日喺仁濟醫院俾人撳低個頭嚟啊，同佢縫針嘅時候，其實咧發覺佢一擰翻過嚟冇曬反應，係心臟已經係停咗嘅啊。好啦，咁嗰日我哋知道到而家其實都係得咁多，所以好多嘢真未能夠去繼續深入評論。但係咧就咁聽嗰日咁講咧，已經覺得好奇怪啦。嗰陣時仁濟仲話查緊佢有冇乜嘢。病啊，其他即係潛在嘅啊病，咁可能佢有啦，我唔知啊。咁而家似乎冇啦，但係就算有冇潛在嘅病，喂，呢啲係咪常識咧？一個細路女點可以撳住佢喺個屁壓住佢喺嗰度咁樣嚟聯針咧？嗯，或者你哋覺得喂，我醫護人員，我哋佢冇咁快窒息嘅，幾下好快嘅啫。但係當佢掙扎緊嘅時候，又驚。你點知有冇大大將個屁入邊僅餘嘅空氣，或者佢要需要多啲嘅空氣？你唔知嘅任何嘢都，嗱而家就好簡單。嗱呢兩個警方咧話而家係刑事控告佢哋㗎，不得離開香港啊，不得干擾證人啊。咁啊押後到10月23日再訊。控方點解咧喺呢段時間咧要去揾埋其他資料，包括女童嘅醫療報告、醫院記錄同埋證人口供等等。咁似乎咧。初步咧都可能的而且確有人有呢、這、一個啊，但係佢唔係的謀殺喎，而家用對所看管嘅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啫。OK， 嗱，無論呢張罪，嗱，當然我唔覺得呢個26歲嘅被告張天榮或者62歲嘅被告尹美君咧係會刻意有心去做呢件事情，一定唔可能嘅。啊，唔好話99.9%啦，唔好話一定唔可能，呢個世界上冇一定。咁但係咧，就係、是、因為你哋咁樣呢、這個女仔係嘛？你話佢係父母點搞啊？阿心月問心一句：五月跌到個頭到而家，自從嗰單嘢之後，深切治療部、危殆、呼吸機冇呼吸機就吸唔到，唔識自主透氣啦。啊，要用啊鼻胃管餵食，即係吊住條命。吊幾耐吊成世啊？定望奇蹟啊？就係、是、因為自己冇一個同理心，或者稍為鬆懈咗。呢、這個就係醫護，梗係辛苦啦。又讀咁多書，又咁辛苦，點解你俾寧願個社會俾多啲人工啊？喂，真係要小心啊嘛，係嘛？第二單嗱，呢單嘢咧專業失德唔成立嘅。我唔係醫生，我亦都唔係醫委會。真係冇乜證據可言，但係幾可見到醫生審醫生，真係會咩啊？但係你用外邊人嚟審醫生，又係會產生好多問題。第一有冇即係專家證人咧？唔係即係嗰啲做 judge 嗰啲係咪咁理解個醫療程序咧？咁我之前講過啦，譬如你個 block 係咪可以擺多一兩個即係普通人落去，即係咩咧？可能會多啲。費用㗎啦，因為你要揾人去專登解釋俾你聽個程序係點，等佢理解我先。喂，好似呢單嘢咁，嗱呢個女又講埋張相，我冇單都落嚟。
呢、這個被投訴嘅女醫生咧，嗱而家仲升危職添啊，副顧問醫生譚浩文咧。啊，當然我唔擺嗰張相，因為佢有少少笑容咁樣，好輕鬆咁樣，又佢所有啊專業失德唔成立啊嘛。咁但係咪唔成立就代表冇責任咧？嗱、啊，呢、這個男人阿 K 九年前因為條賓州撞到硬物受傷啊，後來懷疑斷錯症被安排手術，最終導致不舉，遂向醫委會投訴當時嘅主診醫生。現任的威爾斯親王醫院外科副顧問醫生譚浩文專業失德，昨日裁定醫委會啊紀律研訊之後，五項指控四項不成立，一項就證據不足撤銷。被告聞訊後表現淡然，神情冷靜。OK， 唉，屌你老鼠！老實講。啊！你醫生係覺得，我認為佢呢個診斷啊，或者點樣冇問題。但我用一個正常人諗咧，如果我個病人知道會有咁嘅情況咧，一定係會再細問好多，而嗰個細問就會令到個醫生同埋其他醫護人員咧會有記憶，會有屌你尾！而家大家都用時日久遠啊，就佢你話佢冇講，佢話佢有講，因為證明其實就係咁證明到啫嘛，就佢仲唔入罪啫嘛，佢話。但係你諗下，正常個男人，如果你同我講喂，如果你做完嗰啲個手術，嗱你唔做就咁樣，但係嗰啲做完咧都有可能，屌你會斷撚咗，有可能會不舉啊！喂真係喂，屌你老母！嗱你聽，你必即刻唔做，你即刻話喂，咪住先醫生，點樣機會有幾多？肯定會加深咗個印象㗎啦，喺嗰陣時個醫生同埋其他醫護係咪去到而家咁樣嘅所謂嘅口同鼻拗咧？屌你老母不舉，條賓州會斷撚咗！係嘛？好啦，嗱，醫委會研訊小組鄧慧瓊宣讀判詞話：阿 K 當其時26歲，大學噶咯喎，讀完理應明白手術會有風險。哦，將個波擺翻落個病人度啊！而且事主係收到同意書嘅，寫明手術會有下體流血、發炎、不能勃起、陰莖麻痹。變短的風險，仲有中文本添、啊、而當其時，阿 K 亦都有機會追問手術詳情。嗱，大家睇下，事主收到 consent， 一定係咁寫，因為點解咧？我哋一般我哋入醫院，我哋都知私家又好，公立又好，一定係有咁嘅 consent 嘅同意書，係講到好恐怖嘅。但如果就咁睇個同意書嗰度，你係唔會有人做任何手術嘅，基本上。但醫生就會同你講嗱，我哋會咁。不過咧，通常都唔會咩情形嘅，但你都唔能夠排除，唔能夠100%。嗱，永遠都係嘅，任何手術都通波仔都人死撚咗噶。OK， 好啦，而家你就話因為有 consent 啊，佢話 K 當時有機會追問手術詳情 ，K 當時有機會，即係話 K 係冇追問，係嘛？而家你話有機會啊嘛，即係話你有機會追問，點解你唔追問？點解佢唔追問啊？就係因為醫生係好少嘅呢啲嗱，大家想象個現實情況啊。嗱、我哋都會咩嘅？如果乜乜問我哋，就會乜乜問，應該都冇問題。但係如果唔做，而家就好危險啦。於是乎，佢唯有信你啦，唔識噶嘛。呢、這個德森 matter， 佢係咪大學畢業？大佬，我屌你，我聽你講賓州啊，大佬。喂、好啦，辯方嘅結案陳詞就話，研訊小組處理今次嘅案件嘅時候，就考慮。K 嘅投訴有冇文件附證，以及個證供係咪可信？辯方話唔係話 K 唔誠實，都相信對方誠實，但係人嘅記憶係有機會因為時間同埋心理狀態而偏離事實嘅。喂，辯方話阿 K 嘅反應可見佢因為焦慮就對被告有偏見，導致記憶有所模糊，而 K 對事件即係被告有專業失德嘅想像就變得真實。即係話辯方話喂，唔係話你喂，我都唔係話老實咁撚多年啦，九年點解要九年先去開庭言訊咧？九年佢條賓州短撚咗，遠撚咗，咁梗係心生唔撚鋸啦。咁於是乎個心中失憎恨，佢就幻想到變成嗰個主診醫生真係冇同佢做呢啲講呢啲嘢，事實上係有嘅。呢個辯方咁講，好啦。辯方話：根據證人嘅供詞，即係阿 K 啦，醫院醫護人員作為一個團隊，如果被告記錄上有缺漏咧，應該會有人指出。但係事實上，冇人曾經話被告就 K 嘅病情所寫記錄有不尋常之處。喂，大佬啊，
你係醫生，你寫記錄，我喺隔離嗰個，我點講啊？而一嗰時唔知道會發生咁嘅事噶嘛？跟住一到時候，大家都記憶模糊啦。喂，係威爾斯做啲咁嘅手術，係嘛？一時記憶模糊，或者嗰陣時亦都會出現。嗰陣時唔好講，後來哎呀，係咪嗰陣時醫生阿 Doctor 會咁講？但係嗰陣時唔講，之後誒、哎、都係唔好講啦。有陣時會咁樣噶嘛，啊好啦，而且自己開始越耐又越都唔撚係好撚記得啦。嗯，啊好啦。因此，醫委會淨係需要考慮有記錄系統嘅醫院文件就得啦。咁講 ，OK， 好啦。咁啊，嗱，阿鄧慧瓊即係醫委會嘅主席就話，專家證人文志偉，辯方專家證人即係屯門醫院嘅泌尿外科顧問醫生朱秀群都同意，被告係有為患者提供正確嘅建議嘅。如果唔進行緊急手術咧，患者嘅勃起功能可能會受到影響，但係由於就診嘅時間已經係延誤咗啦，傷勢可能無法挽回，所以醫委會認為根據患者嘅情況咧，透過監測患者嘅醫療狀況進行保護管理並唔係手術嘅合理替代方案，即係話醫委會話做手術係應該啦。咁你如果嗰陣時嗱，其實你就應該要好實牙實齒咁同佢講嘅，或者而家個病人就咁講，喂嗱。你不做咧，你尿崩周咧，很穩定，尿勃起功能都有影響噶啦。做了都未必得 ，OK？ 一陣我會比較 concern 你，但係我哋希望幫到你。你咁樣講咧，個印象咧就唔同嘅。嗯。但係嗱，我同大家講啊，我亦都唔覺得即使公立醫院嘅醫生係會專登去搞撚到你咁。只不過就係呢啲日常嘅嘢，佢哋有時自己睇得平常。就掉以輕心咗。嗯。喂，我開頭做得唔夠，咁結果個病人之後竟然係做唔到圓滿喎，而真係尿崩周，屌你老母唔撚扯一期喎，咪諗下諗下，嗱呢度佢哋加條文啊，咪越諗越唔鋸咯，屌你老味！喂，但係老實講啊，如果你唔解釋或者唔空到個病人，你睇我個咩？真係理解，喂，你聽我講下嗱。喂，唔撚搞就死鳩緊，冇機會噶啦！搞一半一半都可能唔得，但係你起碼屌你咁樣，而家你唔使痛啊！點點點點啊？明唔明白啊？嗯、啊，喂，咁樣我覺得呢個醫生應該冇咁樣做到嘅。嗯，如果唔係咧，真係未必會投訴嘅，因為咧嗱，根據呢度佢冇再講啦。上次我哋讀嗰個新聞咧，喂，個醫生淨係話好急好乜嘢，佢就相信個醫生。就入去，佢又唔係話要攞錢喎，呢度有，嗯，賓州喎、啊，屌你咁，如果就咁呢樣嘢，呢個醫生如果係唔夠兇佢啊，即係話即係唔就唔將個嚴重性講得清清楚楚嘅話，其實你問我呢、這個都係一個失德嚟噶，其實，屌梗係一個失德啦，點會唔係啊？好啦，嗱、這、呢個我最快啊，唉唔好嘥我咁多時間，要追翻十五分鐘。上次我哋講嗰個名醫啊，孫石紅。話佢騷性騷擾罪又係呢個醫委會，嗯 ，OK， 就話佢 OK 指控不成立，全部孫石紅呢個婦科醫生如釋重負，轉身面向公眾直感謝上帝，正義必勝。張志強咁款，張志強咁樣嗱，各位網友，首先咧，我從純粹從我因為我睇戲噶嘛，嗯，我由細到大到大咧。在個法庭度一咁講，啲人多數都係壞人嚟嘅。嗯。嚇、啊，即係咩秦沛啊、曾江啊嗰啲。係啊係啊係啊。咦？張生，喂，無罪釋放你咁樣點睇啊？我諗你哋自己問法官啦。我對香港法律，我相信香港法律係公正嘅。有啲就咁樣啊。嘿，正義必勝。嗯。啊，還我清白。嚇、啊，咁樣樣。嗱，冇乜其他嘢講啦，淨係。醫委會在判詞的時候跟他說喂、你們有時候在個、醫務所說這些黃色笑話開黃腔不是那麼適合的、嗯、即是說醫委會是覺得他們有開黃腔的舉例的因為 有人有個盤問過程有錄音的錄音裡面呢、入面有 Yuki 開玩笑咁講嗱 ，Yuki 啊 Karen 呢啲名咧就係而家投訴緊佢即係性騷擾嘅。嗯。
旭橋開玩笑話 ，Kevin 喺屋企可能著住條底褲聽緊啲 sexy music 啦。言訊小組就認為，從旭橋同埋 Karen 嘅對話之中可以得知，其實宣誓紅尖沙咀診所嘅女性員工有住分享唔恰當嘅性笑話文化。OK， 因此認為需要更多證據先能夠證明。你哋睇孫醫生四嘅好種唔係單純笑話。喂，嗱，老實講，呢個係醫醫相衞。阿 Yuki 同阿 Karen 講呢啲嘢，話 Karen 而家可能喺屋企啊，著住底褲聽緊 sexy music 啦，係一件事，係嘛？你個孫醫生話：，孫醫生射嘢好準嘅，係另外一件事。你而家醫委會就話：，你都講開呢啲嘢，屌你老味！其實佢講嗰樣嘢，原來你有呢個文化都講開嘅。咁係咪佢而家開即係開呢個黃康係性騷擾你哋咧？要多啲 supporting 嚟嘅 support 到。老實講，講開凡親呢啲咁嘅嗱，你而家呢個係醫委會啫，你試下平機會啊！佢覺得係就係啦，你有冇講啊？佢兩個女仔講話點樣自己講係一件事。屌你！你呢啲話唔，你呢啲其實老實講啊，孫醫生呢啲根本都唔莊重啦，好簡單。啲護士之間者同事者傾，你同你老細嚇，梗係唔同啦，係兩回事喎。係啊，同埋仲有啊，就算嗰個孫醫生，就算 Yuki 啊，當日係同阿孫醫生或者其他同事一齊講。話阿 Karen 而家可能咩？佢哋講係一件事，就唔代表你可以講。即係等於啲女護士可能自己互相揸埋幫我搏，唔代表男醫生可以揸埋佢搏。喂，係啊，同埋仲有，喂，佢哋講我唔覺得咩事，你講我覺得有性騷擾嘅 feel 得唔得？當然得啦，係啊，係嘛？你要唔要莊重啲咯？啊，咁但係咧，醫委會話雖然開黃康唔恰當，不過都係判佢冇性騷擾嘅，我真係好拗頭咯。休息一陣。